喂，然后你这个咁嘅拜登，竟然俾你哋赞佢，你算咪最谦谦君子，最佳人选，真系笑死人！喂，下次咧我喺度搞，你唔好喺度搞嗰啲嘢啊！即系同你讲过几次啊嘛。好啦，然后即系我唔中意我做紧嘢嘅时候喺侧边啊，搞嚟搞去搞嗰啲，几次唔好搞真系。好，你再讲翻。